吃熬羊汤。答谢会第三天羊杂汤，200斤羊骨头敲出骨髓，大火熬制，50副羊杂，羊脑50斤。这个大片子，好点的地味。羊油辣子50斤。说嘛，我们刚开始啊，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人。饼子1000个，血块300斤，羊骨骨髓加羊脑大火熬制，天然奶白色羊汤。一共4大锅，准备了水果。有了前两天的经验，一早就开始有序排队。只需要盐、味精、胡椒。一大锅羊汤下12盆羊杂，都能吃。这锅3天又1天。新鲜的大葱，早上刚切的啊。香菜也是早上刚切的。欢迎一户了啊！对，国强水果扎实。做个卤味牛杂火锅，不辣的可不行啊！他挑歌的，你知道请食牛杂用了多长时间吗？牛肠、牛肺、牛腰子、牛肝、牛心、护心皮、牛肚、鸡腿肚、葱姜，喊出咱们的口号，什么不能少！来点背炸大豆油，炒点肠丝，来点飞哥同岁的72年的老冰糖。哎，不是，像这，太好了！太辛苦了。开始制作卤汤，来点葱姜，来点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，还有18种香料，来点生抽、老抽、糖色水、不要钱的蚝油、咸盐、胡椒粉、十三香、白糖、咖喱头。水上小火慢煮1分32秒。什么玩意儿呢？这就是细节啊！兄弟们，时间到了啊！开干！浓郁的、独有的脏腥味，特别香啊！这一锅千金难换呀！哎呀！油料放入烫好的辣椒。辣椒炒香，围上没有那呛鼻的味儿。放入咱们的秘制辣料，这一辣的一锅全是辣椒啊，飞哥。再来点花椒、麻椒，
来，请改吃面，咖喱头。味江鸡粉是在将白糖咖喱头，就是这种状态，再熬上十分钟，醒了。啊，中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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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哎呦，咱喝着来。哎，这杯。哎，这辣椒酱怎么样呢？兄弟们，辣什么？主要是这好吃。哎呀，再过一下，小张。嗯，越来越干。嗯，脆吗？脆。来，喝一下。来，火锅配白酒。哎呀，越喝越有。哎呀，来吧。配。倒入西瓜。哎呀，真香！兄弟们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给对象买了吗？这个肯定没有买。我在朋友都没有我这么买的呢。我今天决定给你做秋天的第一杯西瓜汁儿。西瓜汁儿的餐厅又是吃呢？西瓜就是餐厅。我最近看见网上说的那个西瓜酱豆挺不错，让那个西瓜酱豆。西瓜酱豆。我也不会呢。这有豆分别，这有豆。压根我就泡好的。原来你早有图谋。先把泡好的黄豆煮一煮。你把我拉稀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傻了！这西瓜真甜呀！我的妈！你傻逼，这个皮不能吃。不能吃。来，飞哥，给点红宝石，一天净能给人家花里胡哨的，一天的，还不赶快自降级？磨叽晒了磨叽的，嗯，好了。炒到这种程度，稍微带点虎皮就好，可以了。这个是剁辣椒，来，再次放入豆瓣酱，一直炒，把豆瓣酱的红油炒出来。倒入甜面酱，倒入西瓜。继续倒，这个就是慢慢熬，这水和油分离的，看一下，油和水完全分离之后，咱们放入盐、十三香还有味精，咖喱头，木辣头，真香啊，没那么油。把它放到不锈钢桶里边晾凉之后，咱们装瓶儿。
今天这漂亮漂香不香？你把那个台子弄过来，最后把台子一封。我什么僵尸吧？咱说说说说。好嘞，江老漂亮吧？都是碗的。给你。给我烧出来。真香，这姜绝对是成功的。哎呀，看这姜！雷哥，你少吃点。哎呀，太香了！雷氏辣椒酱汉堡，美。美，美。馍能中了吗？把这个热的你随便馍。馍都得中了。来来，这碗给你。那擦锅底，这才是最经典的。香啊，美美。哎呀！好吃，真香。不嘞，这酱太费馍了。馍不够呀。五馍嘞？五了。你干啥也不做出点馍的。哎呦！啊，真馍好吃，拌面压着一绝，明天就拌面。